听见叹息以后保持距离，我是我，你是你，悄无声息，第一时间失去你，各自删掉联系，也不可以重新回到原地，你迟疑我想你，留在心底那一段用来复习的回忆，所有的关心明显不合时宜，分开的讯息整个记忆无能为力，不多言语，我们只陪惋惜，从几何起说对不起，我明天还能不能和现在一样熟悉。